暴龙终于来到地球了，带来了神秘友好的恐龙朋友。当然，也有调皮捣蛋的恐龙，让小镇陷入了混乱。紧急情况，光暴龙警察队出动！让我们一起来帮助恐龙邻居吧！光暴龙出动！安仔，快准备好去幼儿园了。刚刚去刷牙洗脸了。安仔，快点，幼儿园巴士快要到了。好了，知道了。嗯，是什么声音？啊，你是迷惑龙吧？你怎么来我家了？哎呀，苹果全都被你吃掉了。你不能吃树枝。快放下！迷惑龙。对了，可以用手表对话。迷惑龙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嗯。就算这样，也不能把我的苹果全吃掉啊！对不起，苹果太好吃了，我没忍住。可是这样，你全都吃掉，那我吃什么啊？我也喜欢吃苹果啊。这要怎么办呢？啊，是苹果。安仔，等等，我马上把苹果还你。嗯，怎么还？哇！你去哪儿啊？我要掉下去了。去哪儿了呢？迷惑龙，你突然怎么了？呀，我们去树林里吧。等等，我要还你苹果。什么？我听不到。哎，我得让韦斯来帮忙。呼叫帮帮龙，这里有一只迷惑龙跑到小镇的马路上来了，你们快出动吧。迷惑龙，知道了，我马上来。啊，苹果在那儿。韦斯出动，发射爪牙。迷惑龙停下。迷惑龙，你差点踩到小狗狗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没看到。你先坐下，让安仔从你背上下来吧。啊，知道了。谢谢你，韦斯，我刚刚以为要掉下来，都被吓坏了。安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迷惑龙刚刚把我家院子里的苹果都吃掉了。所以我想还他苹果，就一路追着苹果卡车到这儿来了。对不起。啊，未经别人同意乱吃别人东西是不对的，而且在道路上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呀。对不起，我只顾着追苹果卡车，把交通规则都忘了。这都变得乱糟糟的，只看我们几个要清理到什么时候啊。别担心，我们有帮帮龙呢。汤姆，波奇，这里需要帮忙，快出动吧。汤姆出动。波奇出动。我们先把道路上的障碍物清理掉，让车过去吧。
完毕。安仔、迷惑龙，你们不是想吃苹果吗？帮包龙基地里种了很多，你跟迷惑龙一起来吃吧。好，那好，我们去吃苹果吧。出发。